我们家因为都很多老人嘛，嗯、因为你看我爸爸妈妈，那、嗯、我公公婆婆，我还有一个老公，对吧？哈，身边一个老公，你讲少年人呐、啊，你是少年人呐、啊，嘉亮哥说你有老婆，哎呀，你要知道，我为了这一些哈，很认真找一些营养补充品，可是因为好家在哦。我有一个在日本、哦、跑长、嗯、那个常常去跑马拉松的一个朋友，他就带了一个营养的金巧杯给我，哎、欸，我觉得那超好的，嗯、真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金巧杯，营养的金巧杯。我也有一个老公，我也可以给你有一个老公。就这样子小小的一杯，就这样小小一杯哦，很可爱。我跟你讲，它就叫做营养金巧杯，而且它在日本长照是非常极度受欢迎，它在日本都是第一名的，哇，很方便，他们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对。然后是日本长照的首选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来参考一下，而且小小一杯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有些老人哦，他们很精哦，他们只要闻到这个，不是他们觉得你在骗我，他们就会啊，不爱了，不爱了，嘿，买了，买了嘛。他会不会有任何的味道是他们会排斥的？我懂，因为之前呢，我爸爸在刚开始在跟也给我公公刚开始在喝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第一就大罐哎。哎，他们现在老人家没有办法喝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料，伊讲啊，等你再给我啉啦。对对对。啊，有只黑一个很哦，一个无介意。对对对对。因为像我爸就很讨厌巧克力的那个味道，嗯，但是很多的那种都是巧克力，对，一定要有。然后他就不喜欢，那我又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来做取代。那最主要的是哈，这个我后来发现。这个它就是125毫升，小小一杯就变成老人家一次他可以完全喝完，是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我给他喝这个就是要看他营养够不够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啊，你就是爱喝完，明定人迄营养的一个分量，我们才会煮，嗯，是，啊，有时吼一半啦，啉一半，啊，啉八分呐，嗯，啊，讲明仔再接啉，啊，第三天都忘记啊，嗯，然后我们冰箱拿出来还分离，你到底要不要给他喝？我会怕，没错，所以我后来发现小小的一杯刚刚好，而且他哦。没有那些怪味道，而且超香甜的，是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它有六大营养素，有没有药味？香蕉的味道。你喝的是香蕉，哎，有香蕉口味耶，很少这样的东西做玉米哦。对对对。所以老人早餐的时候，像我爸爸就很爱吃他的玉米，他因为早餐喝一个咸咸的，他很舒服，知道吗？但是草莓是卖最好的，嗯，因为草莓香香的，而且你知道，美秀姐你拿一个来，来，知道吗？因为林木华买我，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哈，这个。设计，因为我常去日本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个设计呢，原则上它很棒，是因为有些老人家哈就惊，然后那个铁罐哈来在地上，你唔知呀，一跨步，这样子。可是你知道啊，这下面透明的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有没有沉淀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它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而且你看，一个护树贡呢，对啊，起码无人买护树贡的啦。它这个设计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是2016年得了食品。包装设计奖的产品，真的很骄傲哈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还讲，伊就是吼，为什么我到尾买这個，你知无？因为吼，伊无所谓巧克力，你知道我手的这个就叫做咖啡。哦，那你老母要吃咖啡好吗？还是迄个味啦？味哦。你要知道，像我妈妈她喝了一辈子的咖啡，是老人，她有时候晚上想要喝咖啡，怕睡不着。对对。那你就用这个解馋一下 ，OK。然后还跟她讲说睡得着。对。因为本来不给她喝，是因为咖喱苦美滋呀。好喝哎，玉米浓汤。是不是？它有没有很奶的味道？没有，你就像喝麦当劳的玉米浓汤的感觉。最受欢迎的，好喝哦！最受欢迎的草莓。其实我对这个奶，就是有点这样子，我会害怕。不会，它不是牛奶，所以它不会拉肚子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是不是牛奶，然后会拉肚子？我是怕那个味道，我怕那个味，那个奶的那个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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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，而且是很舒服的。对，而且它的营养素真的是我们在卫福部所建议的营养素里面，在餐盘里面当然尽量是少。少盐少油少油，一定的。还有六大营养食物，每天早上一杯奶，然后还有水果拳头大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。多，然后饭跟蔬菜一样多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豆鱼蛋奶掌一个掌心，坚果种子一茶匙，就有这么简单啊！我营养不就吃进去了吗？没错，来先听听我的，我对奶这种东西会有一点点排斥。对，有些人他哦，最后他有
鱼香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它那个浓浓的感觉，它不像奶，不像，对，它像我们小时候爱喝的那种奶精的那种浓度，浓郁香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一个六大营养素，它其实都很完整。你看，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脂质、维生素跟矿物质，全部都是在满满的金巧杯里面。那个虽然很小一瓶哦，但是五脏俱全，你知道，完整的营养，而且它的125毫升是这样一杯哦，所以你这样一杯喝完，你完整的营养都全部吸收。是，然后它很厉害的是，它一毫升里面有1.6大卡，所以它是密度比较厚的，它比较浓郁。对，那你建议公公婆婆还有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大概喝几杯？我觉得一天一杯其实就可以了啦。你如果是那种就手术后的啊，生病之后的，你想要多补充，它不能取代正餐哦。嗯，因为只要弄好，所以它当点心，小小一杯算没啦。哎呀，当算没啊？丢丢丢。啊，加了啊，你买下可以吃饭啊。是啊，吃几种啊无同款的物件啊。但是呢，像之前如果有朋友刚生完小孩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也是可以，可以啊，补充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本来就是他营养素都要想办法补充到体内。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哦，他们还做过数据测验哦，那种营养不良的，每天喝一杯，你连续喝他3个月，哇，跟你讲。你体力都有差哦，是，所以因为六大营养素都给你补充起来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重点是哦，我们去买的时候，大家记得看看哦，看是不是它是认证的，对，如果是认证合格的，我们才能买哦，不要傻傻的我们就买了，啊，它有血啊，有血没有用，要认证才有用。对啊，这姐它可以加热吗？其实对，其实我蛮建议啦，不要，如果要加，这样你把它加到太热，它的营养会流失。对呀，那我是建议隔水，你把它倒到杯子，你把它倒到杯子，然后你把它隔水40度的一个温度哦，温温那呢就可以了，不要超过40度，不然它营养没菜啦。对啊，没错没错，这是真的。因为啊，像这种东西，不是说长照的阿公阿嬷哦，不是不是，也不是小朋友，是只要你是觉得自己健康，我要补充任何营养的，都可以来一杯，没有错没有错。